囡仔变这多，他才一个查囡仔嘞，愈大十八变。通通这七年来你拢无错，我哪有可能离开你厝内？隔日嘛，我就是你好家的媳妇嘛，带我乖嘞。但我要做其他工作，就捡起来做，啊不，这个就好。啊，回来啊，点点，已经离开七年后啊嘞，七年前到七年后，你总是要有一个表现啊，甲带你散步，培养感情啊。啊，无你我感觉你咧讲话拢够奇怪，你啊想要面面面咧笑，要怎笑啦？啊，出去啊，带去散步，培养感情，干唔？你连讲都唔对，就停已经等我七年啊，所以讲计无消无息。不是我清官的无情，阿婆你的意思，希望我这段倒转来，多好多钱缘分是当年哦，那就年等你七年啊嘞，拢无走，你要有一个交代啊。好，那既然阿婆你安尼讲，玉婷，万来七年，我要娶你，你敢愿意？我已经等你七年啊。你想我敢愿意？真实嘞，阿母。啊。哦，你准备啦，你哪嘞？我准备。你意思是讲要拜一拜堂啊？咱两个礼拜内才准备。莫名其妙，叫你像你培养感情，讲到你要哪笑落去？啊，即摆叫我准备，迄是恁两个人的代志，跟我屁事啊！哎呀，总是有一个缘分啦嘞，但阮真快倒转来啊，就听有一个寄托咯。